是要从这个 Westbourne Park 搭搭搭搭搭搭搭到这个 Aldgate East， 总共要十站。然后这个是往 Barking 的路线，然后还要13分钟这一个第二个 Barking， 12分钟。Hello， 我现在要去 Brickland， 然后现在要搭地铁去。大概要搭30分钟，这样在这边等车。我们现在在 Brickland， 然后我们从 Aldgate 那边走过来，走过来路上比较没什么人，现在才开始比较多人。个古着店，这里是 Burberry 的，哎，它真的好古着哦。这里是 Backyard Market， 这里大部分都是卖饰品、唱片。刚有人对你的镜头比赞，真的吗？但是你是用自拍镜头，我是用导航。比刚刚更文青了一点，你不觉得吗？那些手作小店，很多水晶可以自己装，超大只的狗。这个一直在玩狗，各种彩绘跟 poster 海报。这是有够脏乱的。这个可以拍一下烟囱。对啊， Truman 的烟囱。这个人在画，他在涂分区块涂颜色，他现在涂粉红色的。这边就是两面墙都是有人画的，前面有一组人正在画，来去看一下。
连地上都有很多。朋友推荐的景点，拍照的地方，哇，越近味道越重。等一下要画画，把他们刚刚把那面墙全部涂成白色的。拜六礼拜日是不能开车的呢，就跟那个 Portobello 一样，但他怎么还是有车来？这个是 Dark Sugar 卖巧克力的地方，还有冰淇淋。他说他好像一颗一磅，哎、啊，他怎么没卖巧克力了？他怎么不见了？看一下，本来要来买巧克力吃，结果发现他好像没有，剩下冰淇淋而已。朋友说之前来的时候明明就有。现在在排队买一家贝果，然后这个是犹太的，犹太贝果超多人。这也是他们的厨房，超香的。被狗在这，对，在做被狗。现做起来，应该蛮好喝。May I have one chicken bagel? Chicken bagel. Yeah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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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icken bagel. Yeah.我对那个比较有兴趣。我有嚼劲。我现在在路边吃我的 bagel。就是小黄瓜大楼，小黄瓜大厦，黄瓜，他写小黄瓜吧？哇，好重！哎，你跟我在同一个。现在这里就是卖意大利东西的超市，然后这上面超级多火腿肉，还有很多 cheese 可以选，然后一些饼干，很多 cheese， 超多种，意大利人超爱开心果，开心果酱。5.8磅，开心果可颂。还有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可以直接挤耶，像牙膏一样。哎，我怎么捏？油油的，榛果酱，其实看起来都很好吃，但好胖哦。各种意大利面，黑的 ，black ink，
墨鱼面，这个是什么？开心果口味的意大利面，辣椒口味，贝壳面，辣椒，彩色的面，哇，好可爱！送礼物。Hello， 大家。我今天去 Brickland 那边，然后它是在东区，搭从我家这边搭地铁大概30分钟会到。然后今天那边就是一个感觉像街头涂鸦的那种感觉，就是你路上走过的路的那个墙壁上几乎每个都有涂鸦，然后也有看到有人正在那边画画。然后看到那个 Truman 的以前英国的酿酒厂的那个烟囱现在已经没有了，反正就是一个景点。然后原本要去的咖啡店它感觉也不见了，也不是不见，它搬到对面，然后感觉就没有那么的吸引我。然后还有一个是 Dark Sugar 的 Chocolate， 它现在也已经换了一个经营模式的感觉，因为我朋友说他大概去年的时候去，还是跟我在网络上看到的那个样子差不多，就是他之前有卖巧克力，然后跟热的巧克力，就是他有卖一颗一颗的那种巧克力，但今天经过的时候就都已经没有了，就是他现在变成，我朋友说他之前摆巧克力的地方，他现在就已经变成在卖冰淇淋，就也没有买。然后后来终于到那个 bagel 店，犹太人开的 bagel 店，它一样是两间，也不是两间，就是一个是黄色招牌，一个是白色招牌。然后他们好像也是说因为是兄弟阋墙，所以开了分店。然后一开始大家排队的时候是从，反正就是有排到黄色的那一家店的门口，然后里面的店员就跑出来说，你们可以不要往这个方向排吗？你们要往另外一边的方向去，不然你们都挡到我们这边的客人。可是黄色那家店根本就几乎没有人在排队，然后白色的 bagel 店，就是大家说比较好吃的 bagel 店，大概也是排大概5到10分钟就排到了，今天没有很多人。反正他就是你可以，你在排队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厨房里面在做 bagel，真的是蛮香的，然后 bagel 吃起来也很有嚼劲，然后很便宜，就是也不算很便宜啊，反正就是以现做的 bagel 来说算很便宜。我点了一个 chicken bagel， 然后2.1磅吃，但是大部分的人去那边都是会点那个 beef bagel， 只是我不太吃牛肉，所以就点了 chicken bagel 这样子。然后后来去，反正就是路上走一走，边走边拍，边走边拍。之后有看到刚好 Kuji 那边有一个 pop-up store， 就在那边也是稍微拍照了一下。然后从 Liverpool 那边就回来，中间去逛了那个 Italy， 都是卖意大利意式东西的地方。对，然后就从 Liverpool 回来到家里也是差不多半个钟头。所以我觉得 Brickland 大概半天的时间就可以了，因为就是一条，它主要是一条，然后一条街，然后它主要是逛古着吧，但是我对古着就还好，就是也是有进去看，但是就不会说一定要挑到东西，挑到想买的东西这样子。对，今天就是这样子啦， Brickland 那边还不错啦，反正就是一个踩点的地方，一个必去的地方，是这样，拜拜。